在遥远的森林里，有一条神秘的小路。小路的尽头有一个呱呱小村。呱呱小村里有一个呱呱幼稚园。这是青青，现在念呱呱幼稚园大班。青青很喜欢上学，因为她有很多好朋友哦。青青和她的朋友们。琪琪，快跑跑！琪琪，要不要到我的秘密基地玩啊？好啊！胖胖有一个秘密基地，他只跟我一个人分享，所以只有我知道在哪里。胖胖，有人吗？嗨，没有人了，亲戚。我回来了。它是我昨天才做好的机器人啊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啊。青青，小心。应该看到天使了吧？青青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。那你快走开，我快撑不住了。那快走！这就是声音很大、力气也很大的胖胖。他最喜欢的玩具是机器人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哦。欢迎点选订阅画面，就可以订阅水果冰淇淋频道哦。也可以点选苹果电视画面，就可以继续欣赏好看的影片哦。